嚟到香港換香港動漫電玩節咧，又有猛料報啦！嗱，咁呢段時間咧就係、是、我噏啲嘢先啦，因為咧呢一度咧真係有一個比較勁嘅料，我覺得即係我自己都大開眼界啊！嚟緊咧，我哋有一日本嚟嘅設計師咧，直接接受我哋訪問啦，同埋咧即時公布一隻係淨係喺日本曾經展出過，而家喺香港第一次，即係日本以外香港係第一次展出嘅一個 prototype 啊，就係 Darkcon 嗰個產品啊，就係嗰個 Big Power 啦。咁咧可能聽到啲轉嘢聲啦，我哋唔好理佢住啦。咁啊，差唔多時間未有位導演，我哋 share 完未咧？你差唔多啦喎。好嗱，咁啊好多謝今日咧，有兩位啦。嗱喺我左邊呢個位咧就係我哋高谷先生嘅設計師啦。咁咧係嚟自日本嘅。咁咧另外咧就係我右邊呢位咧，其實都係一個好朋友，好朋友你叫咩名啊 ？Jason。Jason 咧就幫佢充當翻譯啦。其實佢唔單止一個普通嘅翻譯嚟嘅，不過慢慢先同你講佢係咩人啦嚇、啊。除非佢肯講啦，如果我驚佢唔肯講嘅話咧，就唔好啦，係咪啊 ？OK， 咁咧嗱，我想問下，即係成個過程咧啊，就會問一問，想問問阿高谷先生咧，其實花咗幾多時間去設計呢一款Big Power 咧？タケさん、どのくらい時間があの書かれましたか？設計の方が。デザイン自体には、機構の、デザイン自体には2ヶ月ぐらいですかね。2ヶ月。大概就花喺兩個月係就做呢隻嘢嘅設計。哇！兩個月時間其實都係好快喎，算唔算咧？佢又唔係淨係得依一款嘢，就即係佢仲有好多 parts 啊。同埋其他系列出嘅，咁就話如果淨係計單款嘅設計嚟講，就依個就用咗兩個月，咁啊大概其實時間就夾埋咗其他嘢，就差唔多又用咗年幾嘅時間。哦，總共用咗差唔多成年幾做，咁其實都係啊，因為其實咧我哋頭先睇嗰啲圖咧，其實成隻嘅產品咧係其實經過好多嘅組合咧，由人變機械人，再由組裝之後幾架機械人之後變成一個最大基地，最終又可以變形。咁其實咧，我想問你，其實產品係咪全部都可以？变形啊，结合啊，组装嘅咧，俾个先。あの、タカさん、全部の商品が全部、あの、合体するができる、カールとか、できる。で、合体？全部は、ビクワットとタクロは合体して、パーツは変わるね。ああ、まあ全部じゃないけど、一部分そういう部分はあります。全部じゃないけど。咁佢就話唔係全部都可以話即係一齊攞嚟轉嚟玩嘅，就。有啲部件係可以攞嚟轉過去插入其他地方玩咯。咁但係而家目測咧，隻產品都非常之精細喎。咁我另外就係呢一個係咪系列嘅第一隻？係咪跟住會仲有好多好多嘢推出嘅咧？呢個佢，啊，今後啊，係，こういうの商品が、投げでしょ？今後の商品はどういうの商品ですか？こういうの商品。全部がありますか？全部。全部？え、タクロの全部です。ああ、そういうことじゃなくて、まあ基本的に昔の、あったものを、リメイクするっていう方向と、あと全く新しいものを作るっていう二つの方向があります。即係佢有兩種咯，一種就係攞翻以前嗰啲就 remix 啊嘛，就一啲就係一啲新嘅概念咯，即係會做全新咁樣咯。好啦，呢段時間咧，我哋都好多謝阿高高生先生啦。咁我哋同高高生一齊去睇睇佢嘅作品先，好唔好啊？好，鏡頭啦，影住啦，好。嗱，嗱，咁我有啲咧，可能仲要問一問阿 Jason 同高高先生喎。其實而家咧呢只嘅產品叫大概係十寸到啦。咁係咪嚟緊系列呢個係咪最大，定係仲有啲大啲嘅產品嘅咧？啊，タカさん、これ一番大きなサイズですか？今のところですね。今のところでも未来は将来は？あ、将来もっと大きいのは多分出てる。咁佢就佢就話出るかもしれませんね。将来可能会有更高更大嘅机械都唔一定嘅，但系就睇下日后嘅即系多唔多人买啦。介唔介意讲啲秘密咧？就系嚟紧其实筹一定有啲系筹备当中噶啦，会唔会已经啊高高先生已经系筹备或者绘画紧或者准备紧其他嘅作品咧？あの、高橋さん、あなたがちょっと今他のアイテムがやってますか？他のデザイン設計の方が未来ね。今ビッグバット終わったでしょ？あとオプションパーツでしょ？あとは来年は来年ちょっとまだ秘密ですね。まあ不好意思啊，今次係即係日本のおもちゃショー。咁就會喺日本嘅展覽會度會展出玩具展覽度，到時候會再話俾你聽。係，唔好意思。哦，即係哦，佢話阿高高先生啊，唔好意思，但係其實日本會展覽先係咪？係啊，就日本會展覽先，但係而家都仲未定。
係到未定。咁其實咁大家聽個答案，其實大家都好有禮貌，即係其實即係知道你答案，你聰明仔應該知道噶啦嚇。有冇嘢跟住咧？肯定係大家諗下啦。咁我非常多謝高谷先生咧接受我哋訪問啦。咁咧就可唔可以同我講聲即係多謝高谷先生接受我哋訪問咧？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また。Thank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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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ank you.好啦，咁啊呢度咧，我哋暂时到呢度啦，我哋快快咁样影咗先。哦，影埋后边，好 ，OK，OK，、OK, OK, 咁我哋再影后边少少。啊，小心呢度啊。啊，小心系咯，小心啊，阿嘉小心嗰度啊，系啦。嗱，咁啊，其实以咁细嚟讲咧，系非常之精细嘅，即系我觉得系好难得。咁可以睇到，其实日本设计师咧有佢本身嗰、那个佢哋独特性啦，同埋佢哋嗰个坚持啊。佢哋个创作力咧，我谂相信好高，因为其实。喜歡玩單人狂的朋友呢，其實這個呢其實是一個創作性很強的一個系列來的。那這些這麼厲害的東西呢，這麼精細的東西呢，一定要第一天找一個好了。那到這裡呢，大家可能有很多問題，很多疑惑的。那其實告訴大家，玩具 TV 會繼續呢訪問和採訪單人狂所有系列的資料的。TA 啦，咁樣啦，咁如果中意呢 TA 柯柏文系列啊，或者即係變形金剛系列同埋德亞狂系列咧，不妨千祈唔好走雞，我哋會繼續有好多好嘢同大家獨家分享嘅。好，我喺度到呢度先啦。阿的有冇嘢補充啊？冇啊，我希望佢快啲出埋最大嗰啲基地啦。係，因為阿的都訂咗佢嗬，真金白銀俾咗錢㗎嗬。喺全港最受歡迎嗰個玩具店，阿蘇哥嗰度訂嘅。阿蘇哥人都知啦，好啦，咁我到呢度咧，好多要影啊，好，拜拜。玩具 TV 太歲年，好啦，呢個仍然係一個新嘅節目，咁我哋而家咧就會係請到咧就係阿卡拉嘅高谷先生，咁啊亦都揾咗個幫手啦，就係阿博嘅，咁啊做呢個中間嘅翻譯，咁佢亦都係咧一啲生產廠嘅負責人，咁啊遲啲會揾佢再講一啲嘢。咁咧其實咧我哋大家都知啦，如果有睇開玩具 TV 嘅朋友咧，都會知道其實 Walker 咧咁其實係一個單人狂嘅 fans 嚟嘅，咁咧就變咗佢有啲問題咧就係、是、由佢去一個 fans 向咁啊去問啊，咁啊問阿高谷先生一個設計師啦，咁樣就係快問翻一啲問題，咁佢話咁咪呢啲問題就係阿 Walker 嘅問題，佢話當初點解會重新開發個單人狂呢個新嘅系列咧？どうしてか、タクロの商品がこれもう一回できないですか？最初の問題、どうして新しいのバージョンどうして新しいバージョンが作れますか？忘れたか。ねえ。もう一回。もう一回。我想再講一次喎。其實點解會重新會 reboot 嗰個重新開發單人狂？佢話要諗諗咩事啊？佢要諗諗。其實會喺好多時咧，就創作嘅時候咧 ，reboot 一啲新 product 咧，大家好投入嘅時間咧，就會出現咗。有陣時最究竟係從邊度開始起會重新 reboot 咧，都要有時間。但係呢個真係呢啲係現場去問，所以先會見到嘅反應。其實 Walker 你最好而家睇住啦。咁其實如果真係 Walker 會喺呢邊太歲年呢個節目裏面去問，就直接由一個 fans 向我問。不過佢有嘢做，咁所以而家就喺公司裏面做緊嘢。咁佢 send 啲問題俾我。咁其實喺呢個講緊呢個節目裏面啦，咁亦都講下其他嘢啦。咁今日咧，我哋玩具 TV 咧係會有會喺現場裏面咧會再率先報導埋其他參展商嘅嘢嘅。咁又會可能會做啲美期待啲咧，係啦，美國嗰啲啦，大家都好期待嘅嘢啦。咁仲有一啲係隔離個 booth 嘅一啲我做嘅嘢啦，咁陣間都會睇得到。但係好有趣，因為當問翻個 designer 嘅時候，原來真係會出現呢種問題。太歲你出咗一拳好犀利嘅拳喎！出咗一拳係擋唔到呢拳，閃避緊咩拳？咁佢就話係由於舊嘅版本咧，就啲人都長大咗成年啦，咁所以要出一隻比較新款，大家都中意嘅，有個攪換性高度變形係高啲嘅。
嗱，咁啊，舊版嘅單人狂玩具啦，咁係合金啦，但係喺新版上面咧，就已經全部變成塑膠嘅。咁會唔會怕啲舊嘅粉絲會有啲即係啲失望咧？タイトロンが昔は全部だけしたでしょ。どうして今回は新しいがマジで使う。これの決定が少しフェンスがちょっと変わらないっていう場合は心配じゃない。タイトロンは遊びやすい、遊びやすい感じで思いたいけど使わないで全部出す。他に遊びやすいのは。はい。咁啊，高木先生就話咧，點解唔驚做呢個嘅決定呢？就因為新版咧就係做塑膠嘅話，佢個可動性同埋嗰個玩嗰個功能上面咧係完全做得到出嚟。如果合金嘅話，就有好多生產上面有好多嘅問題，所以就都唔驚啲人買。咁係，因為其實我哋做 design 嘅時候都要顧及嗰、那個可能喺個合金同埋塑膠嘅變形上會有啲出入，因為塑膠嗰個可動性係會高啲。咁咧，咁啊，仲有就話，新嗰個駕駛員咧就好 mini 嗰個啦。咁其實咧，佢嗰、那個佢嗰個可動性咧就係、是、高咗嘅。咁啊，生產會唔會好難咧？呢、這個其實俾個問題。新しいの運転車がちょっと可動性がちょっと高いわ。生産は怖くない？全然怖くない。啊那你的工作是怎样的？这个我答回来就是我们去做的。基本上就这个小公司的时候都想到很多方法，他就给了外援我们。那我想过做 insert mode， 但后来发觉就 insert mode 的话，一来就是成本会贵了，还有生产上没那么稳定。如果转嘢嘅话，我现在出二的数量，咁而家Insert mode 就可以只出一嘅啫，咁所以就生产上边就系我哋嗰边就谂掂咗佢，就所以生产就完全冇惊我话有。系因为嗱 ，Insert mode 就好行内术嘅，你可以讲解下俾观众听啦。其实系如果简化啲可以点？简单讲就系一套帽就啤两只颜色，但系就会喺佢厕所机上边转一转。咁呢啲帽做出嚟嘅成本好贵，咁我哋而家做嘅方法就系话将佢简单化，一套帽还一套帽。分兩套就可以，一來就做到低成本創作，另外就可以省電。咁我就算啲落地，佢都唔會話散開。即係佢第一點就係打落地，四肢唔會散開就 OK。其實呢樣嘢咧，大家又玩咗單人狂嗰啲公仔，大家知道其實嗰樣嘢好難度高，真係好難好難做嘅。咁啊，跟住咧就係去到咧就係話好啦，有關呢個新嗰個發展中嘅 product 就係頭先咧喺會唔會 TV 裏邊介紹過啦，咁就係關於 Big Power 嗰樣嘢嘅。咁咧就話點解會揀呢只 Big Power 做第二隻嘅主打咧？どうして Big Bang とは第二個ロボットが作る？どうして第一個はビッグバンドでしょ、最初はタイプロ。どうして最初がビッグバンドで、どうして今は2番目になったの？ビッグバンドがダイエットランの遊びを全部集約してるんですよ。で、ホテルに行って、それを準備して、それを準備して、咁佢就話，因為如果一開始出咗隻大嘢咧，咁就可換性同埋冇得話同其他有咁多嘅互動性，所以就第一隻出咗嘢嘅單角先，咁啊先至作出 Big Power， 因為 Big Power 就可以同第一隻互動，同埋兩隻。好啦，跟住就係講緊話咦咁啊舊版嗰個本身咧嗰、那個啲機械咧都比較肥大少少嘅，咁但係而家新版嗰啲咧全部收曬身，呢個係咪個人品味就係收身會覺得靚仔啲咧？どうしてダークロが昔はのロボットが全部が太いね。どうして今新しいのは太になったね。昔のデークロもちっちゃくなってます。咁佢就話以前嗰啲版本咧就係當時有技術嘅限制啦，咁另外就係話買嘅人嘅品味都轉咗啲，咁就所以要整得靚仔啲，就咁啦。係啦，即係佢收曬身啦，咁樣好啦。咁最後咧就會問到就係話咁嚟到呢度啦。
咁喂，其實大家都好期待咧，其實喺呢個單人狂裏邊咧，一個好出名就好巨型、好巨型嘅機械人嘅。咁其實會唔會係將會就係嚟緊就有嗰只大家萬眾期待嘅巨型機械人咧？タイガさん、はい、みんなの期待の大きなロボットがベースね。これが作りますか？私たちは作りたいです。やっぱり作りたいんですけども、投資とかもあるので、作るのはちょっと時間がかかるし、私たちは作りたいです。ただ会社としては、うん、なんとも。咁啊都就話個人嚟講咧，就個人嘅意見咧，就係好想做嘅。但係由於時間係會花好長時間，要去諗下結構嗰方面咯。另外就係為睇公司嗰個嘅市場嘅反應啊，睇下會唔會有人氣，就會更加會去開發多啲新嘅創作。哦，咁就我代我諗大部分嘅玩家啦，咁就可以谷谷先生講就係，其實我哋係非常之支持呢個系列，好中意，所以好希望佢。你们会是做大的机械人。今天 Tio さんが言ってはみんなもこの商品が好きで絶対はやってくださいという意味で頑張ります。今天は運動努力。今天非常多谢高谷先生和阿博的做这个翻译的。好，嚟紧还有其他的节目的收看，这个是玩具 TV 太岁年的节目，嚟紧还有玩具 TV 的现场直播，不要走开。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